然后最后一首我们要的演奏呢，除了有重的演唱以外，各位会听到有很特别的很有这个南北管的味道的音乐会出现，那就是出自我们的作曲家蔡麟慧老师。蔡老师在那里，好，这里好，他会这个他为这个音乐特别编写，他认为我们万华区是很有这个民俗的味道，所以他为了这个编写一个很特别的开场，然后才会是我们的校歌出场。热烈的期待，热烈掌声。Thank you.
小朋友唱得非常棒，对不对？我们福星国小校歌再次感谢我们的作词作曲还有我们的编曲家啊，为我们的那个福星国小校歌赋予新的生命新的感觉，也谢谢台上所有的音乐家，谢谢老师们学长学姐们带着学弟学妹，我们更特别感谢我们的欧阳教授为我们这场音乐会付出的心力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莅临，为我们福星百年校庆增添了光彩，谢谢大家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Thank you.